连胜贤确实可以好好的观察追踪，那未来经典赛会不会真的是菲律宾把他征召了？哇，这个球右外手转了一圈之后，球落到他后面去了。今天他绕过垒，之后继续冲三垒，这个球回传也传得并不好，绕三垒滑下去。哇，这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已经来到三垒。OK，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三垒这个位置哦。黄俊仪三垒指导教练他已经没有正面来看严胜贤，他已经绕到哦要往本垒的方向，其目的就是不是要他滑，要他绕过来，绕过来再来看他。这个手背很大的瑕疵了，不过有机会看一下三垒抛垒员。回传也没做好，所以没错，让严胜贤的一口气来到三垒。对，严胜贤滑了下来，滑了下来之后马上看球的位置，但他忘了。三垒指导教练已经离开直线的位置，他已经往本垒的方向在移动，表示你来到三垒没问题，你是准备要绕过来看往本垒的一个过程。对，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冲回来，形成场内全垒打这样的情形。